薛家岛爱心农贸市场。好，我们来到薛家岛的市集走走。你看这蒜泥茄子，这都咸菜，咸菜。黄豆，哇，这都是一些腌菜，还有这种大白菜，韩国泡菜，漂亮。哎，蒜头，蒜头，这又一个超酷的啦。山东的大饼，这是蛋饼，还有这种千层饼、发面大饼，上面有麻酱。那哪都是放多的。猪脚，超漂亮。母的、公的，还有鸽子，还有鸽子。你买还是你看这里的大葱，3.5块。这就是薛家岛附近的一个小市集，你看卖馒头的超多，果然是到了山东的感觉，各种彩色的饼子、馒头通通都有，好漂亮，花花绿绿，都是葡萄。现在葡萄的产季，各种大大小小颜色都有，这种最漂亮的葡萄，梨子、无花果、桃子，最后脆皮五花肉，这么大一条，25块，锅里还有热的。烤的，这个是那鸡蛋汉堡哎，好，你看跟我们那边的那个车轮饼很像，4块钱一个，10块钱三一个鸡蛋汉堡，好吃的也都是活海鲜，什么都有，那虾子还跳的，蛏子、蛤蜊、活虾，进到海边的螃蟹、梭子蟹，这都是凉菜，那海蜇皮，都螺，那种猫眼螺，猫眼螺，你看光螺就这么多种，烤鸡。猪舌头、泡肠的苦肠，这里专有的，漂亮。蹄膀这个是石花菜做的，这个拿来凉拌，也是青岛这个地方的名菜。对，海里的石花菜取它那个海藻浇下来做的。对对对对，在台湾这个吃甜的，这里拌咸的跟酸的，还有蒜泥。对对对，还有超市搞活动特价的，要是什么饼子都有。什么饼都有，这是什么饼啊？叫千层饼。千层饼，就一块一块卖的。对，真的。这样，像这样一块大概多少钱？一块左右。哇，谢谢你。这是陕西的凉皮，做凉拌的，特别好吃。最后再淋上这些调料：芝麻酱、辣子、蒜水，还有一点醋。这个呢，东北的杀猪菜呗。对，我在东北吃过几次。他这算一份一份的吧？一份多少钱啊？15块钱一份杀猪菜，这个就很少看到了吧？这个是猫眼螺，你手一抓，它水会喷出来的。你看，猫眼螺，它这盒子有这么小，一捏它水就往外嘣一直喷，一直喷。它藏在沙子里。吓死我了！这是辣的羊蹄子，超想吃啊！酱肘子，酱肘子，这就是蚕蛹了，酷嘞！鸡，那种鸡都拆开买，你看一桶一桶，一盆一盆的。炒鸡来了，梨炒鸡，一份22元，大家看得出来这是什么吗？这个就是新疆的馕嘞。油囊、核桃囊、玫瑰囊，什么囊都有，大大小小全部都有。新疆的，大家有看过这么大张的桂皮吗？超大张桂皮，细桂皮、大桂皮，这都是香料。青花椒、红花椒、绿花椒、大红袍，这个是新八角，老树的新八角，1两15元，一两跟我们一模一样，它一两就我们的一两。什么都有，调料，泡菜，这怎么卖？12一斤，喇叭蒜，绿色的，12块一斤，12块钱一斤，各种各样，50几块，55块钱台币一斤，像这种咸菜好吃，台湾几乎找不着这咸菜，这是东北的咸菜，这个叫什么呀？地环，地环，嗯，对，东北，这都是东北的咸菜，台湾叫石蚕。它看起来像冬虫夏草，但实际上不是，也就这玩意儿，就这玩意儿。对，哇，到处都是桃子，一个比一个漂亮。黄桃，这一个新的小米，压腌的。哇，这是熟了的鸡蛋，沂蒙山的五香烤鸡蛋，10块钱7个，一个1块多钱而已。
很多窝里面疙瘩头，这就是咸菜，海带、豆芽菜。夜市里面的啤酒，鲜啤酒，什么都有，这里超多的了。就是现在是大概5点钟，下了班大家都通通来买菜了，都是这小区的。前面还有多，先去买海参，买海参。我家岛主说了要去买海参，这就卖青菜的。你这个菇菇，很少看到这种袖珍菇吧？整片的平菇，平菇长得都平平的。韭菜、空心菜、芹菜、梅生菜、香菇，呀，茄子、大黄瓜、番茄、茄子、青椒，你看这青椒有多大，椒比我一只手臂都大，超大的。哎呀，麻辣小红小龙虾，单饼，大饼，啥都有。月饼还是很多，你看螃蟹、扇贝，这附近产超多扇贝，活的。什么是活寿司？大螺，蛏子，这也是那猫眼螺。带鱼，烤串来了，鸡心10元3串，这么大串呢，10块钱3串。哎，这个肉串烤得够大了，你看一串4块钱，猪肉的，牛肉6块，看着就想吃，超大串的了。哦，出现龙虾了，跟面包蟹。这种都是进口来的。哦，活虾，小馆、鱼馆，鲍鱼很多，大鲍鱼、鲍鱼大的，有的是大的。猫眼螺，我叫猫眼螺，这里我不知道，它这一挤就会出水的那个，出水。一个9块钱，那个小的4块，这个小的4块钱，这大概不到20块台币，9块，9×30有40块钱一只，40多块钱一只。这里是吧？不这么便宜，这全部都是海鲜，螺、鲍鱼，像这种都是4块钱、4、5块钱一只。这大海螺，这大概一只10块钱，大的一只10块钱，小的就不用。这个都是生蚝认证过的。啊，螃蟹你看多大只，每个都大，梭子蟹叫兰花蟹，一只比一只大。八爪、章鱼、龙胆、石斑、青岛二宝，这都是一些干的，或者是一些卤味。市场是各种都有，鸡脚、鸭脚、蹄膀、甜肘、猪肘、猪手。日记猪脸，全部都是海鲜，大家都是晚上的时候下了班来这边买，买了回家加工了。皮皮虾，香港叫濑尿虾，就这玩意，壳很硬，可是肉超级 Q 弹的，活的都活的，比我一只手都大。别爱笑，这也可以在这买了，然后到旁边去找人加工，算一道菜一道菜钱嘞，就是这种小皮馆。100不中，我跟你没有见过这价在水温。你看这都活的，干了，还会喷水。干了。都差不多。扇贝、虾、都生鲜。这还有卖这个荷花跟莲蓬。这个荷花很奇怪，上面开的是荷花。立在水面上的是荷叶，可是结的是莲蓬，下面长的是莲藕，这倒是个很有特色的东西啊。酸酸甜甜的，你看这边橘子已经出来了，大概出来1个礼拜左右，那到处是桃子，不是桃子就李子，1斤5元，25块钱台币。这就城管来了，这不允许摆地摊。哪里有？城管。这就是在青岛市薛家岛这边一个黄昏市场，下了班大家都到这边采购，然后回家做晚餐，很好玩吧？跟想象中不一样，什么都有，什么都卖，什么都不奇怪，海鲜特别多，蔬菜水果也不少，现成的熟食也很多，大家看一看，这就是当地百姓的日常生活咯，咱们下回见。